love story, baby, just say yes. 大家早上好，周末愉快。今天是星期天，我现在呢在 San Jose State， 就是我读研究生的学校，回学校来看网球比赛。看这个 Silicon Valley Classic。硅谷网球精英赛，它是 WTA 500分的巡回赛之一。我们去看一下都有谁。好开心啊，简直是开门红。刚一进门就看到 Naomi 在训练，虽然在远处的 court， 不过她马上就练完了，然后出来给每一个人签名和合影，真的超 nice。这个小姑娘，人真的很好，但真的很好。你们看啊 ，Naomi 的签名了，而且她签名好像现在差不多15分钟了，已经有。对，她一直跟每一个人出来排了一长队嘛，因为外面跟每一个人。对，也可能就是他性格的缺点，其实，就他不会拒绝别人，太软弱了，对，对呀、啊，你们看，而且人不多，他还在签名呢。哎呦，怎么突然间下雨了呢？那下雨就比赛也要暂停，然后训练的人也不训练了，因为地湿嘛，也练不了，所以。希望等一下就雨过天晴吧，天气预报没有报下雨的，只是阴天，所以希望只是一个小小的雷阵雨。现在雨差不多停了，还有一点点小雨滴。正好现在是午饭时间了嘛，我们先来吃个饭，吃完饭我们再去看别人训练。这边就是所有的餐厅啦，有 sushi、咖啡，还有那种清蒸肉卷，然后那边还有。各种 fusion 还有 barbecue， 我们点的是第一家那个 barbecue。 好，这个是我的一个沙拉，然后配的是牛肉，他点的是一个牛肉汉堡是吧？对，味道一般是吧？好像看你刚才觉得说味道之前没有加酱就很干。哦，你去拿了酱，就加点 barbecue sauce。 还行，哦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沙拉首先就不会错，因为它是那个 ranch 酱嘛，就是菜叶子配 ranch 酱。然后肉的话，我觉得烤的还行，虽然没有很重的那个 barbecue sauce 的味道，不过肉质是不错的。哇哦！哇哦，太香了！
现在已经下午2点多了，我们准备离开这里了。今天真的好开心啊，我们待了4个多小时，基本上看到了全部的大种子小种子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哎，都有签名和合影，哇，超开心。那今天呢正好是 qualifier 的一天，是资格赛，就是那些积分和排名不够的人可以来比一比，然后有机会进正赛这样。所以我们并没有看比赛，我们只是来看那些有名的球员来训练这样。开心开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离开了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